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哥，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峡谷中裙子最短的七个女英雄，特别是在这个3D 视角下显示的。第一个就是安琪拉，安琪拉她的裙子也是非常短的，走着走着就摇摆摇摆。第二个就是蔡文姬，蔡文姬别看她是小萝莉，其实她的裙子更短了，微短，然后使用技能的时候也是不停的抖啊抖啊抖，能看到这种效果，在3D 视角下的。第三个就是妲己的热情三把，她是也是穿裙子，妲己好多没有穿裙子，也就这款就是穿裙子，所以她这款裙子也是非常短的。那她释放技能好像都是从尾巴里面甩出来的，对吧？就在 3D 视角下看到的，如果是正常视角，她根本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技能。那我们来看第四个，第四个就是大乔，大乔的在 3D 视角下是最出名的一个短裙子女英雄了。这个至于画面，咱们就不解说了啊。我们来看第五个，第五个就是貂蝉啊，貂蝉的圣诞恋歌啊，圣诞狂欢还是圣诞恋歌，还有就是反正貂蝉的仲夏夜之梦好像其实都很短，裙子都很短。我们来看第六个，公孙离啊，公孙离的原皮是穿的喇叭裤，另外两个皮裤啊都是穿的裙子啊，都是非常短的裙，所以说这个公孙离的裙子也是非常短的，在这个峡谷中里面。最后就是雅典娜，雅典娜的裙子在这个 3D 视角下也是显示的非常短。好，那我们本期就盘点到这里，大家喜欢哪一款这个超短裙，欢迎大家视频评论里面我们一下子。